本期讲解一个商业计模型100个啊，改变你人生的思维模型思维课啊，20节无损益课程啊，课程内容包括这个学习完整课程啊，包括这一个风中定律啊，核心方法 X 心训流训练啊，人生流人生心心流地图，三大财富杠杆，三圈交际啊，等等非常多，杠铃法则啊，内容工程模式 AI 嵌入啊，非常多的这个啊教程。这是下载之后的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整套教程10多节视频课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通过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商业计模型，或者是思维模型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